是，所以就揣摩的，结婚有那么痛苦吗？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董哥的意思是结婚之后，把赛地把赛了，不是，就是想说，夫后悔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结？为什么结呢？<笑>我就要记得，不啦，揣着结后头，后太太啊，帮助你一生啊，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性啊，我跟你讲，男性中男人背后有伟大的女性，对啊，所以这你我们一起卡卡一下这些妇女啊，都是昂扬的精神啊，妈妈的精神啊，铿锵安扛啊，安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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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，铿锵大扛啊，铿锵大扛，铿锵大扛，为什么要卷起身上？这个后面这个我听到昂扬的精神就是。 脖子很硬，对，为什么脖子硬？要去按摩呢？脖子硬就是胆固醇过高。我掉风了，不是啊，就是这个坚韧不拔的意思。客家人有输不起的精神，没错。然后呢，又很节俭。什么事情都很坚持。对，很有坚持。客家人就是勤俭持家，然后客家媳妇就是永远都是。 非常非常的会做家事，而且对家人非常的好，牺牲奉献。没错，还会做那个板啊，什么萝卜板啊，什么板啊，对，特别会做啊，因为姜丝大肠啊，你有没有吃过那个？客家小炒，超好吃，冻猴屎啊，冻猴屎，而且我家应该不怕傣族冻啊，你要不怕傣族冻？哎呀哎呀，哎，应该说还是怎么讲？嗨嗨嘿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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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跟台语一样？哇塞！ 不太会讲，那你这一句讲超标准的，非常的标准。只会这一句超标准的，不会讲，总会唱几句吧？啊，会吗？哦，会会，我为了我们这个新兵版这个活动，特地把这首歌学好了。哎呦，不然只会唱前面两句。请民歌先生唐山郭台湾，我们妹妹妹妹妹妹，每首歌曲几句啊？这首歌大家都已经唱到，大家都会，大家都会了，都唱到背起来了，要挑战另外一首，是大家更熟悉的。妹妹安江，妹妹妹妹妹妹，也不是，好的，那正在那不秀了，妈呀，他是有表示这是有准备啊，有准备啊。对，我们以下大家就知道是什么歌了，这真的是客家人的国歌的一首。好的，我们热情掌声欢迎这首歌是
没几岁，几岁？九岁。几多岁啊？九岁啊，摩托车给骑回去了。不行，那九岁的话，我骑我都。今天你的奖品啊，唱得很好，奖品摩托车。他要再一辈子岁数才有可以骑这个。但他没有驾照哈。没有驾照。你摩卡走了这样。没有没有，他不行。九岁还要再等9年。对，再等9年才可以。长大再来骑哈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哇，你这几句唱出来，那整个现场那个气氛啊。 表示这个客家那个精神都凝聚在一起，而且有一种R&B版的天空都是的感觉。对对，一定要再加一点点不一样的味道，不然大家就想说，哎，你是放 CD 了？这个是没放CD，是现场唱的。Live 的，而且这事情就是采茶歌。采茶歌吗？这一首？这首是天公落水，就是天上要下雨的意思。哦，是天上要。
天公就是天的意思，漏水就是下雨的意思。天公，然后漏水呀，就是希望天上要下雨。我一直误会了，不然你以为是？因为我以为是我们拜天公的天公，然后想说为什么天公漏水，然后跟后面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。不是啊，哦，原来是天公，就是天的意思。哎呀，误会那么大。 等一下，你再去请教那个六岁那个啊，九岁那个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可爱的一首歌啊，没错。